部。那最近我也在玩直播的部分，最近我在玩直播平台 Kick 的部分，最近我在玩直播平台 Kick 的部分，那这个就有点像 Twitch，只是另外一个新的平台。那这个我不知道，好像在台湾没什么人在用，目前还没有什么人在用啊。反正我就是玩玩 Kick，那上面的人还蛮多，蛮友善的，而且大多都是美国那边的人，那我就可以跟他们聊天啊，然后分享一些台湾的文化，就是文化分享的概念，就是互相交流，还蛮有趣的。重点是这几个月内，就是有还蛮多人 donate 给我的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获得成就，获得 donate。